祷告。不管教会要遭遇什么样的问题，但是我们相信神的恩典要充满在我们的当中。在这四十天当中，我们要看见教会要有极大的复兴跟翻转。阿们。四十天的祷告，禁食祷告，鼓励你，等一下有时间就到旁边的墙壁上写上你的日期。弟兄姐妹，你一定要学习操练，在你的生命当中要有一个分别为圣的时间。现在上帝的面前，除了这四十天禁食之外，我还要鼓励你做一件事情，就是做一个节制的一件事情。什么叫节制？可能在你生命当中，你有很多的喜好，你有很多的嗜好，它占据了你生命当中很多的时间。可能是你一起床，不是先读经，而是先打开你的手机，滑 FB、滑 LINE、滑各样的讯息，因为你生怕错过任何一个讯息。如果这占据了你大部分的时间，在这四十天当中，我鼓励你节制，把这个习惯改变掉。如果你有打电动的习惯、追剧的习惯，不管你追大陆剧、追韩剧，每一天不看电视，你就觉得非常的难受。比你一天不读圣经都不会怎么样。弟兄姐妹，这四十天当中，我鼓励你，你要改变你的生命。阿们。跟主祷告说，主，我把我这一些喜好都交给你了。主，我要在这四十天当中，好好的专心的来寻求你。我要好好的来经历你，在我的生命当中要做极大的翻转的工作。阿们。好不好？举起你的手，再次来祷告，神要帮助你在这未来的四十天当中，经历神一个极大的更新，经历神一个极大的恩典，在你的个人当中。速度预备一下，阿们。上帝能够的，今天是一个美好的日子，阿们。相信神有美好的恩典在我们的当中。接下来我们要欢迎你是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新朋友。等一下我数到三的时候，我要请你从你的座位上面起立，我们要给一个最热情的欢迎。所以请所有新朋友准备好，我数到三的时候，请你从座位上面起立。一、来三、二、三、二、三、请所有新朋友起立。弟兄姐妹跟他说，今天真高兴跟你一起敬拜神，开始。今天真高兴一起敬拜神。让乐手可以先下台了，等一下要麻烦甜甜帮忙
在献完诗之后再上台，谢谢。